哎呦！你怎么跟这儿？哎呦，我这麻烦！怎么了？哎，正好呆呆生了。哎呦，你怎么生这儿了，呆呆？哎呦，这，怎么弄啊这个？我看过，我看过啊。带什么？带什么？准备了吗？带什么？有，来，快快快快！有。快点儿！这个，垫上。来，消毒。我也得消毒，酒精。哦，有。来，你快点啊！在这儿。这个行吗？行，就这个。哎呀，来了，又来了。妈，还有一个啊！乖，好，加油。这就算是都生完了吧？你捏肚子，瘪了，应该是没了。哎呦，你说，这动物真神奇啊，也没人教它，全会。天性嘛。今天也多亏了有你，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我也是这两天没事看了一点猫生产的视频，临时抱佛脚的。你给它拿点吃的吧，这猫生产啊也挺费力气的。哦。一会儿就该喂奶了。说的对，啊。坏了，我昨天晚上忘了拔路由器了。啊？你没拔吗？这不忙活他来的，就给忘了吗？哎呦！呀，那我们这进行中……没事，我呀，我先给佳琪打个电话。佳琪，快帮爸爸一忙，去你妈那屋一趟啊！帮我把昨天晚上那个视频江的录像帮我删了。你先别问为什么，爸爸回头慢慢给你解释。赶紧去帮我删了啊！我等你信儿。啊。起这么早啊？接信儿了吗？怎么说？哎呀，这都看见，哎呀，你解释得清楚吗？要实在不行，我打个电话跟嫂子解释解释呢，我真的就是过来一逃难的，
只有躲在你这儿，韩晶晶才找不着我。我妈家、我闺蜜家都不行，她都去过了。她一找到我，就会闹得鸡飞狗跳，不得安宁呢。我要这么说，嫂子能理解吧？啊？嗯，嗨，应该也没什么事儿。现在你嫂子电话呢也没打过来，那也有可能昨天晚上咱这屋没开灯，她就没看清楚。是吧？还是走吧，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再这么待下去，没事也变有事儿，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呀。我可不能把你坑了呀。不是那个，哎呦，你这能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回你妈妈家？回我自己家。啊？晶晶已经跟我道好几次歉了，我觉得她这次也应该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在你这儿躲了这么多天也不是个事儿，我该回去跟他好好沟通沟通了。我知道，都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，可是吸毒的还有戒毒成功的，不是吗？也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了。我想给他次机会。特例肯定有，但我不能说他一定不是。冯丹，要不这样，在你不想报警，也不想让家里人跟朋友担心的时候，你把我手机号码设定在你手机里的快播键，你只要需要的时候一键按下，我就带着人来。